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一起来收听娜塔莎为大家制作的幸福 DNA 曼陀罗音乐。每一首幸福 DNA 曼陀罗音乐都可以用来协助我们进行冥想与静心。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曲目叫做《月亮》。月有阴晴圆缺，就像我们的情绪会被引动、触动，会有高低起伏。如何拥有一个和谐幸福的情绪生活？如何与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？如何安住身心，是每个人疗愈修行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接下来让娜塔莎把这个深刻的静心冥想分享给大家。请你先做几次深呼吸，让自己安静下来。当月亮的曼陀罗音乐声响起，你开始让自己的念进入内在，进入内心最深的角落，在那里我们开始与我们内在的平静进行一个深度的链接。你可以在任何需要宁静情绪的时候进行这个冥想。每当冥想的曼陀罗音乐声响起，你都可以看见内在最深处那个宁静的核心，并与那个宁静取得链接。在冥想的过程中，请记得深呼吸，把更多的空间与宁静的品质加入这个静心的冥想与觉知当中。这个冥想将会为你带来生命的平静、幸福的情绪以及安住的生活。
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，因为有你们，我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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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的幸福。